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群哥，欢迎来到群哥的午后时光。之前上一集大家都很期待我的下一集的来宾会是谁，有一个就回我讯息说，群哥，没问题啊，我来啊，我打一个快攻。我说哦，打个快攻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我就等他来。在我的印象中啊，他应该是那种马拉松型的，比较持久。那今天他突然跟我说他打一个快攻，其实我有点吓到。我现在准备这些东西是平常我跟他去外地的时候不能。去外面公众场合聚餐的时候，我们在饭店里面会吃的东西。其实我今天本来想要准备好吃一点，真的也是他自己的要求了。我说，因为我给你个建议好不好？我说不用，我大概知道什么东西了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些罐头。今天就简单一点哦，虽然没有准备什么菜。哎，看看谁来了，今天的来宾。看看啊。嗨，大家好。开始我还是走一点老达新的传统，见面先来三杯嘛。有这样子说吗？还是先两杯吧。好了，磊哥现在担任制服组，我们很多人都当任担当。这快攻可以。你还说你不会武功，这下露底了吧？我们现在开始有咬字，我们就像就这样就好了。懂，不能咬，好不好？磊哥现在担任制服组，是啊，然后在球队担任那个球员发展总监。哎，为什么你这么厉害？也不到厉害，球团给我一个很好的方向。一开始有时候要不要去当教练？我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多的训练的方式，因为我个人的话应该还可以。那没有人找你当 GM 吗？其他球队都没有吗？主要是刚退下来，还不懂的事情还是太多。谦虚啊，磊哥，因为我有去那个看你们球赛现场的时候，磊哥他不是单单就是帅帅的哦，记得帮我上后置哦，磊哥那个帅度好不好？来，对吧？对，卡拉曼哎、欸，那天可以保。那天在练习的时候还跑来跟我说，是不是很像卡拉曼？你超难啊！带个勇气房子，比完赛跟我去看房子。我跟你讲，这位置真不好坐。我就真的觉得你没有设计。换一个啦，我突然没有那么快打嗝的，你知道吗？上次敏哥来做这个吗？敏哥是做那个，因为位置的关系。哪个？什么感觉？醉。哦，原来是椅子的问题。我就想说，我的量怎么可能在梦想家担任发展总监？实质上到底是在做什么呢？总不能帮大 B 练习吧？篮球发展总监的就是照那个字面上面翻，就是发展。看到一些不错的球员可以拿进来，不是拿进来，确实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不是要了？要啊。对，反正就是可以发展一些比较好的球员，然后让整个体系团队更好。很多球员啊，我们在聊天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聊到，我状况不好的时候啊，我问十个，大概七八个找磊哥。通常我是觉得会有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太过于紧绷，然后会在场上或是自己。的一些打法上面会想太多，甚至有些年轻球员不敢聊。对，那这时候就乖一点，打个对，就可以跟你聊得比较深一点。我最近状况不好的时候，我也找过磊哥。是，那磊哥也稍微有帮我心理諮商一下，但是每次都没调好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喝的不够，喝太多。一个比较需要你调啊。就没上场调什么？像我很常讲，就平常心，其实平常心很重要。就是这一路啦，再快攻啊，要喝浓的啦。对啦，换了。球员的生涯里面，有没有被谁打爆过？你不就是想要你掉出来吗？问题不就是想要你？对啊。
对不对？其实我自己有做笔记，我想说如果别讲到我，我就讲我了啦。有啦，对群哥的时候，哎，国二，国多几？国三啊，哪个学校？七贤国中嘛，七贤啊，职官啊，对，哦，超强的。然后他们从南部要来桃园比赛。曾经我跟雷哥对战的时候，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处理过他。我还是要讲，刚接触篮球。国二的时候，雷哥就185了。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输很多吧，就是输嘛。我就跟你讲一辈子嘛，不是不利。来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国中打不错。那职业队呢？春哥、春雄啊，在白野抢不赢他，还不要硬扣。所以，一个印象比较深刻是春雄哥。对，中华队只有两次拿到第一，你都参与过了两次，我参与过一次啦。你有印象比较深刻的？那时候没有住在一起吗？等到住在一起，要气死我了，学长嘛。电话我接了，门我开了，衣服也要我整理了。这个是不是有先约好说我们睡哪里？先把门打开，先挑最里面那个先睡。窗帘是不是我拉？我睡里面。早点进来啊！那我很累，你知道吗？不进你开啊！那你可以中间哎、欸，对啊，电话放在台灯这边啊，给你那里啊。叮咚叮咚在响的时候，我怎么听不到这样子？我拉窗帘啊！一个晚上拉窗帘。2000 years later。那有一次在国际赛很夸张，澳门对不对？对，好像在澳门。那打很烂。对，他就莫名其妙，我是看着还好，一个人啊，上了电梯啊，到了走廊不走了，他坐在地上啊，我说你看你干嘛？我不想打篮球。我打好烂，我不想打球，我最后是躺在地上，躺在地上，然后群哥把我拉，我就这样。我就说你快进来，人都要看啊，我不要回去。这样一个就要拖回去。嗯，看什么？没见过美女啊？学长要照顾学弟啊！我照顾你搞错了吧？我有把你救回来，好不好？救我什么？就同一个饭店，就这样。我不打了吗？你不打了？我不打了，我也喝一点吧。刚好时间差不多睡觉了，睡也是大哥厉害了，再见。穿了一条四角裤跟一个背心。我群哥，你要去哪里？哎、欸，举手啊！门开了就出去了、欸。我就想说，居然也不理，然后跑到一个房间的门口，在那边一直敲，砰砰砰，敲阿敏房间的，砰砰。我说你要去哪里？我下去赌钱。你要下去赌钱，也不算这样子吧？可能早问他不知道、欸。梦游哎，没看我那么帅，穿四角裤就要下去赌钱，然后有没有照顾你？有。我睡里面而已。我这边才看得到你。哦，懂。用心良苦，你都对了，你都对。不要瞎掰好吗？不相信，完全不相信。对了，你要爬起来，你有其他人吗？没有人可以作证，没有对不对？敏哥应该有开门。曲哥也跟我讲，他还是算是心理医生，一场决斗而已，要想那么多啊，平常心。我就从那时候开始把平常心戒掉。之前，然后大家都在讨论那个绝杀那一球，那个跟磊哥合作的那一球。跟磊哥合作的那一球，你自己想看你哥啦，你哥啊，讲话在讲什么？绝杀那一球，卡啊！你有给那个杰哥一个塞一个眼神，对不对？没有哎、欸，这个球直接高掉啊！哇，完美配合。这样看，然后我还低着头。然后他挡着我，这样过来一个，我靠，球在上面。许哥把他战术画到最后，然后如果真的没有的话，不要硬传，我们后面还有。然后我就听到这个不要硬传，后面还有。想说就是走个形式。对，走个形式，因为大家都可能就知道。我不会掉的。磊哥酒量是在我们的团队里面算什么等级哦？我方比较。拖时间，我们可以喝很久啦，但喝不快、啊，所以你有吐过吗？原本是没有要吐的，印象超深刻。我在想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？一样，肯定是一样，肯定是一样。就有一天晚上，那什么 Long Island， 长岛冰茶，哎，他说很猛，很好，现在把人弄，试试看，喝了三杯半还是就醉了，有点晕，对，然后在附近，要不然去我家再坐一下，到我们家楼下那个巷口，大哥就吐了。在水沟盖的水沟盖、下不去，全部铺在上面铺满满的，味道都飘起来了。家楼下这样吐不好看，不好看。我就进去拿了一个扫把，这样一扫，
我想说亲一下。对，我在旁边，我在旁边，我已经吐完，我已经哦舒服了。对，我想说亲一下。然后这味道，跟我在旁边看，我很臭、啊。等我一下，越走越臭。可是在磊哥家放假的时候，我们喝完嘛，然后我就先回去嘛。本来想说要去哪里，结果他不见，他就没来，然后我就叫开锁，直接把门打开，他还在睡觉，我就在旁边看他，他就默默的就感觉不一样，我老错了，怎么叫开锁？我找不到你急啊，我很急，他还说是吧？如果画面是不一样的，不止一个人是不是，这没问题啊，我们常看啊。磊哥就是那种气管比较不好，所以我们有时候早上练习的时候，他就有一些状况嘛，就是发烧了，然后扣子就会错音，也不是说频率很高，刚好有几次就是他很想要磊哥出现在早上的练球，然后扣子就讲说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不练了，我们去关一下磊哥，好，去唠唠叫，下几点 ？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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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，他有去吗？没有，怎么可能去？前一天晚上我们才在一起。想尽办法也不要去啊！怎么去？真的不舒服、哦。我当然不是宿醉了不舒服。我不晓得寇舅怎么哪里来的灵感。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你好。我们就是脚踝到脚踝而已，刚开始而已。哎，这次真的不错哦，真的还行，哦还行哦。这时候迎新的时候才会这样喝，平常我们自己会不会这样？以前喝的时候，每次都要跟磊哥搞到最后。你现在把你们认为酒量好的棒球员都把它拿出来，然后篮球员都把它拿出来，这样排序。磊哥肯定就是在第一名的。没有，我在前三名。run， 自己做调整。哇，好久没上歌了。那天阿米来，他就是妈祖啤酒，妈祖啤酒。还早，还早，还早啦！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大口大口。我记得老魏说你带他去吃新做小菜。八点，这个什么什么红烧肉拿，再不带拿，鳕鱼拿，一直拿来拿来讲一次拿一次。新做小菜吃到2000多块啊，差不多。磊哥的习惯真的很夸张，像上个月我不是去那个。去矮肉店里已经在吃烧肉烧烤了，就大哥吃得很饱，我也不知道大哥哪里来的兴致，点那个 Uber 开起来的前粥，然后红烧肉，哇塞，你又点了多少钱？磊哥很爱就是，来，怎么打开？一个一个喂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结果自己吃起来不会了，我倒了。吃完之后送回家说，哦，好饱，好胀。哦，回家的时候开吐，然后天早上起来。所以打给我说，怎么样？昨天很好吗？哇，我好饱、啊！我也没跟他说我吐了，我还好呢。我肚子还有点饿、啊。有一次最疯狂了，就有一次磊哥在国外办一个婚礼，所有球员有时间的人啊，都去那五天啊。我们把个亮点跟大家说明一下啊，我们喝了多少？就15箱了，19瓶威士忌。10瓶香槟，喝完了吗？没喝完。其实我那时候很自豪，就说也还好吧。其实，然后开始在整理了，有一个椅子倒下去，然后我们就要把它扶起来的时候，有一瓶怎么声音那么沉？有的是这种声音。哎，转过来说，谁呢？还有一瓶。再喝没有办法，我都松懈了。我耶，还有一瓶啊。那我们最后又多待2天，你知道我们那2天怎么过来的？哈哈哈哈哈！我都是这样子。他说：“你要喝什么？调酒吗？”我没喝。他那天要点酒，差点那时候当场就要绝地离开。是。还有买叫汉堡。然后磊哥的个性又来了。三个人吃。我要去吃口鸡。还喜欢回人家，不要怎么打开。对，他就是直接讲，哎，就撞口，然后口就讲过来，然后就掉了。对，在游泳池旁边哦，掉哪里？掉水里。哎，还有一半。对，结果这个大哥啊，不要浪费。我说，酒不拿起来用冰冰。我跟世界两个，是什么吃啊？那边积水啊。这个。都给你，都再一口了。你看多深？我听听看。你听看。
难过的声音。我们摄影师要下班。下班直接走。其实我们要换电池，我得换。完了，我没那么弱。再放着干嘛？我上电视台是没问题。是杨幺。但是你可以帮我们签名。全体签哦。你收一次我看。好，那谢谢大家。怎么收的？随便收我看看。我这频道到这边就差不多已经结束了，就两方面好。你干嘛？还有差不多，还有差不多。再讲，其实不想跟阿米一样跳针，你懂意思吗？没有。那你试试看会不会跳啊 ？OK， 我们要延续敏哥讲的这些东西。这没有事，不要擦。我要抛刮刮刮，对对对，已经结束了啊！你现在就是讲刮刮。我不行，我要只讲一次。各位龙粉，我们还有很多兄弟会来，但是请你们积极期待，好不好？请按下小铃铛，按赞，按赞哦，订阅哦，我们肯定订阅，来订阅。